嘿呦，欢迎来到学到之二年级笔顺系列。那今天这影片呢，我们会学到关于二年级华文课本单元八第二章鱼米之乡是耕庄，就是这篇哦。那我们会学到的字呢，有北、仙、雨、西、处、风、村、特、仙、入、霞、称、如。那还没订阅我们的朋友呢，记得订阅以示支持，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以守住更多的学习影片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北、竖、横、提、撇、竖、弯、钩。北，北的部首是笔字边。先，撇、横、竖、横、撇、竖、弯、钩。先，先的部首是儿字底。雨，横、竖、折、折、钩。横，雨，雨的部首是一部首。西，撇、横、撇、点。西，西的部首是它的字本身，西部首。处，撇、横、撇、那、处、点、处。处的部首是折纹儿。风，横、横、横、竖、风。风的部首是一部首。村，横、竖、撇、点、横、竖、钩、点。村，村的部首是木字旁。特，撇、横、竖、提、横、竖、横、横、竖、钩、点。特，特的部首是牛字旁。先，撇、横、钩、竖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横、提、点、撇、横、横、横、竖。先，先的部首是鱼字旁。入，撇、捺、入、入的部首是人字部。虾、竖、横、折、横、竖、横、点、横、竖、点。虾，虾的部首是虫字旁。称、撇、横、竖、撇、点、撇、横钩、竖钩、撇、点。称，称的部首是合字旁。如，撇、点、撇、横、竖、横、折、横。如，如的部首是女字旁。那以下这些字呢，却出现在我们的华文活动本以及我们的笔顺练习簿里面习写的。好啊，那以上就是有关于二年级华文课本单元八第二章的生字笔顺。如果这影片成功让你学到的话，你不妨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好让大家一起学到。好啊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。